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宝本做禅品第五，若修不动者，但见一切人时，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，即是自性不动。迷人身虽不动，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，好恶与道违背。若着心着境，即障道也。何名作禅？此法门中无障无碍，外于一切善恶境界，心念不起，名为作；内见自性不动，名为禅；外离相为禅，内不乱为定。外若着相，内心即乱；外若离相，心即不乱。本性自净自定，只为见净思净即乱。若见诸净心不乱者，是真定也。善知识，外离相即禅，内不乱即定，外禅内定，是为禅定。